这份企划书是要打造专属饰品。嗯，是的。这是推广活动的核心，是让消费者融入到产品当中，让消费者自主设计出专属于自己的饰品。星言，嗯，这里的自主设计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组合，我们已经绘制出上百幅不同的设计元素，到时候会将耳环、 手镯、胸针、耳钉等拆分成一个一个不同的构件，提供给消费者，让他们自主选择。现场也会有我们的设计师和消费者一起去完成。比如说这个戒指的选择，我们不仅可以选择钻石，也可以选择珍珠，像戒托的材质还有戒环的元素等等，都是可以供选择的。你们知道今天谁来公司了吗？ 班雅琪会见了两个粉丝过千万的网红，据说还约见了两个当红的组合团体。如果要全谈下来的话，他们的影响力会直接转化成当天的销量。这么简单粗暴的营销策略，但我们又无可奈何。我们哪有那么大的预算呢？ 林总，丛总监，我可以看一下当天董事长讲话的监控录像吗？沈博，啊，去趟保安部，把那天营销会议的录像拿过来看看。好的。 既然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，那你们就按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吧。一个月为期限，获利润最大者获胜。怎么样？敢应战吗？停。董事长说的是利润。嗯，这就是说我们还有希望。也仅仅是希望，不过为了这个希望，努力吧。 我这边差不多也完事了啊，我这也差不多了。哎，夕颜啊，今天也加班了，能不能发条朋友圈啊？不能。啊，怎么这样啊？我都连续加班那么多天了，都不让我表现表现，你这就是烦人性。你可别这么说，我给你出个招吧，你可以发张美食图，既馋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，多好。那可不行。 我可是新世纪的工作女性，发这种东西，那不是显得我特别能吃，破坏我形象。哎，星爷，你还备份了一份啊，真严谨。<笑>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夕颜，快点。好的。
好，星爷，你又是最早了。呀，这电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早上一来打开电脑就发现我电脑被格式化了。那你应该有备份的对吧？行啊你，有备无患嘛。哎呦天，刚才吓死我了，真是。工作啊。最新促销活动，全场88折，而且前500名啊，还有精美的礼品赠送。都有什么款式呀？嗯，模特身上戴的都是我们最新款，那边有试戴的，可以试一下。您去看一下吧。马上。谢谢。你好，看一下。哇塞，你们的眼光好好啊！这个搭配上祖母绿果然好看很多，而且价格还优惠呢。真的啊！是啊，你们看看在搭配什么。好。微信的推广文都发出去了吗？这不都盯着呢吗？都上了大号的头条，但是发现效果不好，都没到10万加。别着急，看看还有多少预算，在预算的范围内再推一下。好了啊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嗯，挺好的。这个不仅可以自己搭配哦，而且还可以镌刻上你们两个的名字。这么浪漫？对呀，所以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，因为是你们自己搭配的，所以它是无价之宝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就它。哇塞，男朋友好好啊！好的好的，我这就保存好，然后你们到那边联系我们的店员就可以了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凑过去，凑过去。你看那个人是谁？销售部那个谢小马。这个班亚西还玩这一手。总监，我有事要跟您汇报。还欠什么？现在他们什么情况？他们什么活动都没搞。啊？他们一台嘉年华都没有做？真没有。但是店里有些顾客，不过和我们这边比，他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我看呐，是一没钱，二没人，三没底气。跟您打完赌，肯定后悔了。这还用战吗？结果不明白了。行了，你也别盲目乐观了，这边挺忙的，你赶紧去帮忙吧。行，那您去了。被公司开除了？你听谁说的？公司好多群里都在说啊，说你跟销售总监班亚琪对赌，谁输了就离开公司啊。哇，你还加了好多小群啊，你融入得够快的呀你。嗨，我们部门马姐把我拉进去的。我呀，就是凑个数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信心？说实话吧，输赢未卜。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这是回公司，刚拿了宣传物料，一会儿还要送到商场去呢。我送你啊，走走，给我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哎，电梯来了，没关系的，我自己 OK 的。加油！加油！欢迎你们继续慢慢挑选。谢谢。星爷，星爷。
欢迎光临。他欢迎啥呀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家这排场，你再看看咱们的，怎么那么磕碜啊？哎，我就觉得吧，咱们怎么这么像后娘养的？他们哪有那么高的预算，又唱又跳的弄的？哎，我在门口啊，嚷嚷了一天了，现在是又累又饿，我快气死了，我快。好了好了，消消气。来，垫垫肚子。哟，谁这么贴心呐？送你这个。同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嘛。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！喝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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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在这儿呢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又是你们了。我这几个朋友啊，也对你们那个私人定制特别感兴趣，你给他们介绍介绍呗。好，没事，我发了个朋友圈，他们看到了说特别喜欢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店。我们这个店啊，主打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，保证你们的设计独一无二，绝对没有重样的。对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们设计出来的饰品你们自己很喜欢，请多到朋友圈帮我们各种做宣传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店长，店长，店长，来招待，招待，招待。今天的安排都结束了吧？是啊。但是我的日程呢，是送您早点回家，早点休息。真不着急回去呢，去趟淮海路。啊，好。前面那家老字号生煎包门口停一下啊。嗯。林总呢，请你们吃小笼包，啊，赶紧趁热。小姐给大伙分一下。好嘞，谢谢林总，谢谢。坐。林总亲自来督战啊。真是受宠若惊啊！事关以往的去留，我有点不放心。你说这销售竞赛怎么那么牵动人心呢？又是送营养快线的，又是送便当的。你别胡说啊！人家林总可是给我们前线的战友加油打气的。行行行，请问是魔都朝阵地的珠宝定制吗？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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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。来来来，看一下啊！我们这个设计啊，就是让你们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设计师。对。然后这里面呢，有上百种不同的设计元素。林总，曾总监，怎么样这架势？我觉得推广还是非常有用的，说不定到最后咱们能反超他。淡定，要淡定。老板，好了，那我先去忙。这个画面熟悉吧？来看看，可以来看一下，可以来看一下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们这个呢，是啊，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。你还记得咱们当年跟着唐总在淮海路开的那第一家店吗？嗯，当时生意不好，也不知道下月能不能发工资，也不知道这家店还能不能开下去。后来经过大伙儿不断的努力，才有了今天这番景象，确实值得怀念啊。这次由销售部和设计部各自推出的活动，可以说是十分成功。但是规矩毕竟是规矩，既然定下了，就要遵守。现在是公布结果的时候了。销售部的销售额为973万7960元，远超于设计部的563万7450元。规则是失败的一方要接受降职处分，可是助理之下应该没有什么岗位了吧？董事长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？那就很遗憾了。哎，我说大小姐，您能不转了吗？这转的我头直晕。再说你转100圈，这销售额该多少还多少。哎，我这不是担心的心眼吗？这万一他要是输了怎么办？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他和半亚期的女魔头斗，他怎么能斗得过他呢？早知道，从总监都拦不住，你拦得住？
再说了，平常属你不关心别人，怎么今天这么关心青岩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我不关心？再说现在这情况，我关心青岩不也等于关心我自己吗？哎，这以往的经营权要是收回了，那李总多抠啊，以后咱们的奖金啊只能越发越少，越发越少。这笔账我总算得清楚吧？我又不傻，真是。真希望咱们的美少女战士挺住啊。嗯。董事长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您之前说的是获利润最高的一方获胜，对吗？我有这样说过吗？确实有，保安部的监控里应该可以有所记录的。能有监控记录那就最好了。好，那就看监控吧。我请财务部重新核算计入成本和销额，以变得出最终的利润率。保安部吗？我是林毅。你把上个月营销会议的监控录像拷贝一份，给我送到总裁会议室。王安东，去查查。好。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获利，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。既然现在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，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，一个月为期限，获利润最大者获胜。怎么样，敢应战吗？听。是，是利润，那我们就等王婉东的结果吧。现在重新宣布结果，销售部的成本是1100万，亏损1262040元，设计部成本是95万，盈利是468万4450元，获胜的一方是设计部。现在我宣布，遗忘品牌从即日起自产自销。虽然班雅琪输了比赛，但还是要尽心尽力帮助遗忘成立自己的销售部。同时，自即日起，班雅琪降为销售部副总监，总监一职暂时空缺。这回你得意了吧？哎，老张，回头我找你去啊。那盘棋，咱还得接着下。我等着你。林总，谢谢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。看来你这下不用失业了。你真的答应林毅让他成立遗忘销售部？遗忘可是块肥肉啊。公司的监控很多都坏，为什么偏偏会议室那个没坏？存了画面，我抵赖都不行，这次竟然被一个丫头给耍了。这小助理什么身份？设计部新招的助理设计师，好像是个海归。林毅的人，应该不是。哎，董事长，
这个亚盛的人约着跟您见面，您见还是不见啊？我怕时间长了，人家对我们东城没兴趣了。见，当然要见。约一下张汉英，我们一起见。叫他。嗯。好。那消息倒是灵通啊！我跟你说，丛总监，不瞒你说，你们还没出那办公室呢，这消息就已经在公司大大小小群里早就传开了。哇！不过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，就是林总刚跟我说了，设计部所有的员工这个月奖金翻倍。照片应该可以发朋友圈了吧？能啊，这个时候不发什么时候发？赶紧发朋友圈！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拍一下。一二三，茄子。立即着手组建咱们自己的销售部门，另外把以往所有的门店都给我收回来，店长一个不留。一个不留？对，全部提拔咱们自己的人。好。哎，给我查一下以往的库存，尽快把报告给我，尤其是初中系列。好嘞，老大，我都记下来了。老大，这个收回以往意义重大呀，您可以稍微的松口气了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顾星岩啊，还真挺有两下的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长得不错，个儿挺高的，身材呢也还能说得过。严肃点儿。从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呢，我个人还是比较佩服他的，有勇有谋，就是缺乏点工作的历练。哎。上次我让你给我提了回那箱首饰，你给我搁哪？哦，放那边了。赶紧给我拿来。你去忙销售和门店的事吧。好嘞，那我去了。这第一杯酒，欢迎江总。来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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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李总，谢谢各位董事。张兄，咱们之前是见过几面的，是吗？但喝酒还是第一次，对吧？这记性真好。张兄，我敬你。张董呢，可是我们东城的元老，他说一句话，可能分量比我还大。李总开玩笑了。张董，您就别自谦了，东城的底我可是摸过的。李总说的没错，张兄您的一句话的确是亚盛和东城合作的关键呐。这个股权决定话语权，你问问李总，我才占多少股份啊？哎，张兄，你真是太谦虚了。我就直说吧，我身后代表的可是血脉喷张的资本，是资本就讲求效率。我想知道，张兄您为何迟迟不肯同意售出东城呢？
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就是这家公司刚建立的时候我就在。如果说东辰是唐婉容和白国山的亲儿子，那么他就是我的亲侄子。你见过亲叔叔贱卖自己的侄子吗？天灾人祸，自古就有一子而食的例子。江总，你还听不懂啊？张董已经给你递话了，他说贵公司出价低了。哦，这个是可以商谈的嘛？啊，江总，我说一句啊，论实力啊，雅盛是强数，但是我们东辰也有汉军后起之势嘛。借古谈今，严董好学问呐、啊。我敬你，卖弄卖弄啊！哎，一起，邱总来。张董这个人，油盐不进啊。也不是，我觉得他是在考虑。我听说，您义子回阜然了。哇，这么快都传到你们那儿了，真是信息时代啊！阜然，我还准备一场大雨呢。李总的手腕我是见识过的，江总，请你和亚盛放心，东辰并入亚盛是势在必行，谁都拦不住。你也放心啊，之前我们讲好的不变。好。以后最最开心的一天，我想要和您分享一下我的喜悦。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很难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么难。我差一点儿我就丢掉了工作，我差一点儿点我就挺不下去了。但是呢，我一想到了您，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妈。知道吗？我好想你啊。困死了！我一想到那个双倍奖金的事儿，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，一直失眠到半夜。哦，我也差一点失眠。王总监，早上好。哎，早。王总监早。正好把这个带给你们童总监。好，一定带到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是初中的销售统计表。出来了。
初中给银溪系列开了个好头，恭喜了。替我们丛总监谢谢您。谢谢你，王总监。星爷太好了。哎，这下呀，我们以后就自己设计自己卖，再也不用看销售部那帮二级残废的脸色了。哼，你说什么呢？班总监，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你说谁是二级残废啊？班总监，对不起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因为我们初中的纪念款卖的还不错，所以我们有点太高兴了。是我们胡说八道，口不择言，还请您千万不要介意啊。对对对，我告诉你啊，别得意得太早。老娘在东城第一线一个一个卖耳钉的时候，你们俩还在穿背带裤呢。慢点走。以往我的销售资料都整理好了，都移交给设计部吗？设计部有你亲戚啊？我问你啊，设计部那个老是爱发那个鸡汤文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叫叶小青。对，就是这个叶小青，她今天早上公然在电梯口说我们销售部是二级残废。那个叶小青就是个二货，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笑柄，逢人就加微信，见着比他职位高的就给人点赞。至于工作能力嘛，行了，放这吧。要是他们设计部有人来拿资料，就让他来找我。哎，班总监，工程部一早送来了这个，放着放着。凭您的工作能力，下个月就能换回来。班总监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同志们，收到奖金了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就好。你们应该请顾星爷吃饭，要不是他敢接下这个雷，哪来的奖金啊？你们必须的呀，丛总监。星爷，你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别人我不管啊，我至少管你三顿火锅。我五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应该是我请大家吃饭才对啊。要不是你们齐心协力帮我保住工作，现在我还说不定在四处求职的路上呢。哎，不行啊，星爷，我可舍不得你走啊！对，卡基玛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叶小青，不要在那里撒娇了，去销售部交接工作去。好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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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请大家吃饭。那谢星爷。谢谢。我是来拿一下以往以往的那些销售资料的。销售资料都在我们班总监那儿。啊？你自己找他拿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进来。班总监，我是来拿以往的遗忘的销售的那些资料的。哼，我们早上在电梯口见过是吧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那个时候口不择言，我向您道歉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我也不介意。你要来拿资料，等着吧。啊，好。
明康，小青她取资料怎么现在还没有回来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我跟你说，不定去哪个部门偶遇饭票去了。饭票？长期饭票。哦，明白了。不用担心啊。班总监，我看那对就是我们要的资料吧，要不我先带回去，就不麻烦您工作了。谁让你动了？这么没规矩！我怎么没规矩了？我在工作，你没看见吗？让你等两分钟，不能等了是吗？你现在不想签字就想把资料拿走，回头弄丢了，你是不是又要大肆宣扬我们销售部从二级残废变成一级残废了？我刚刚不是跟您道过歉了吗？您这样不是欺负人吗？我看欺负人的是你们吧。我告诉你，回去告诉你们丛总监，今后想从我们销售部拿资料，必须经过我的签字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要签字啊！我没带笔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今儿菜真不错。哎，小青，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？对、啊，吃饭也没空聊你、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？小青，是啊，您需要向叶小青道歉。哼，这是谁呀？你是在命令我吗？班总监，请您向叶小青道歉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已经说过了。向叶小青道歉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么这个视频将会出现在公司大大小小几百个群里。小青已经向您道过歉了，而且我们都已经向您道过歉了。可是您呢？不仅对她体罚，还对她进行人格上的侮辱。没错，您是总监，我们是普通员工，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。